你真的应该看一看那个凄惨悲壮的场景。大家都在拼尽全力想要活下去，活得有意义，可是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请进。 你在做题吗？啊！对不起啊，你白天还要去难民收容所，晚上还要帮我准备考题，我却不好好学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认认真真备考，我一定会考上林大的。我相信，我也要给你道个歉。 昨天是我说话太重了，不，你骂的对，是我该骂。陈家属，我知道你本来可以去美国过你逍遥自在的生活，可是你没有选择跟我们来到这里，在不知道能否考上林大的情况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长沙。你很聪明，基础好，知识面也广，有时候真的很让我意外。 我希望你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。我觉得凭你自己的本事，是可以考上林大的。啊，这是瑞明帮你准备的考题。谢谢啊。加油。 是什么炸了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小心，小心，怎么了？哎，小心！哎，有人，有人！冰箱！喂，冰箱！冰箱怎么了？喂，冰箱！欢迎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 没事，只不过是被震晕了。哎，冰箱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大晚上你在干什么呢？冰箱，你在研究黑火药？我天哪！还好啊，你没把这房子给炸塌了。真是。 我恨，我恨日军，我要炸死他们，还没炸死他们，把自己给炸死了。我比云霄一定要研制出比日军更好的手。 慢点，别起来。哎，安静点，你慢点。云霄，我说你最近为什么神神秘秘的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合着就捣鼓着怎么把自己给炸晕了，对吧？亏你还是物理系的学生，给赵先生丢脸了吧？家树，这个属于化学，实验失败了，很正常。当年诺贝尔和他爸爸地理做炸药实验，也发生过意外爆炸。 冰箱，这事儿真急不了，得慢慢来。对呀，这个就是咱们宿舍了，挺好，不错。来，走。
去哪儿？我带你去尝尝厂长的臭豆腐。明天再说吧，我还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行，笔墨纸砚都给我准备好了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听闻你提及跟夫人离别的情景，人家夫人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，你至于这么分秒必争吗？夫人之事无小事。哎，怎么一个人下？贾叔，冰夏，好多了。冰夏，你这一炸，我整墙的书都掉到地上了。对不起，赶紧喝点水吧。哎，同学们，因为我的实验让大家受到了惊吓，不是我的本意，对不起大家。何止是惊吓呀，差点自己的小命都没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坐吧。同学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看到长沙的难民越来越多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心情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我特别想做点什么，可我又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说的我有同感，这一切看起来遥遥无期了。本来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，现在看来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。这场战争如果旷日持久，难道我们一直在后方，在大房子里享受偷得的安宁吗？前几天我遇到湘雅医学院同学，他们组成战时服务团去往前线，而我们却还在后方等待开学。雷震，冰霄，实不相瞒，看到这种惨痛的现状却使不上劲的感觉实在是糟糕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更不能着急，越是着急越是会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脚。润明学长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真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控制自己急躁的情绪这确实很难，但是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教授们、校工们不远万里的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终于把开学的日期变成现实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去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专注的去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呢？国事危殆，国如大厦将倾，灾难重重，如不拯救，那真是国将不国呀。如不拯救，国将不国。同学们，所有的同学们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何以救中国？至于润明学长问的何以救国，自我加入学联起，在我心里就有一盏明灯，早晚有一天朝那里奔去。嗯，对，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，我母亲也一直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，但我不这么觉得。父亲教给我知识，给了我观察和思考的角度，还把知识带给了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，燃烧自己，点亮他人。我亲眼看见南开在日军的轰炸下被摧毁，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刺激着我，激励着我。咱们从北平到长沙一路的所见所闻，更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，感同身受着苦难的压迫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责任。如果追根溯底，如何救国，唯有唤醒民众。同学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2年前的一二九，那时候
正是我们学生的抗日宣传游行，唤起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，掀起了抗日民族救国运动的高潮。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只有我们努力地去唤醒民众，去开启民智，去身体力行地努力做好自己的事，国家才有希望，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。同学们，民众觉醒之时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崛起之时。你们说的都对，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，想送给大家。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即使环境再恶劣，愿我们也不要丧失生发的勇气。好，说得好。1937年秋冬之际，国立长沙林氏大学的学生们不为背井离乡，不为缺衣少食，坚持学习和实验，等待正式开学。而我为了能考入林大，开始艰苦复习，不分昼夜，终于顺利赶赴武昌，参加了林大的考试，在开学之前取得了学籍，成为了一名林大的正式学生。师傅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爸妈、哥，家里一切是否安好？上一封从武汉寄出的家书，不知你们收到了吗？今日不同往日，我已成为林大的正式学生，没给程家丢脸。请你们放心，不用太记挂我。哥，爸妈就拜托您多照顾了。家属。让你爸爸休息吧。嘉文啊，来一下。这个拿着。母亲，这已经是你最后一件嫁妆了，不能再当了。咱们家快揭不开锅了，总不能让你父亲吃和和面儿啊。还有他的病，你得要钱呢。
能扛多久就多久啊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。说什么对不起啊，你辞了差事不给日军干事儿，妈觉得你是有骨气的好孩子。家属，两封手书皆已收到，祝贺你考入林大，全家都为你感到高兴。随信寄来的照片也已裱入相框，摆在家中。家属，请你一定好好读书，不负父亲的期待。家中有我，不需挂念。家文。我要找松田中佐。同学们，今天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第一天。我们先请闻一多先生代表临时大学的教授给大家讲几句话。是闻一多先生。同学们，看着你们面貌一新，我十分为你们开心。你们或许不知道，在这些校服背后的故事。虽然办学条件很辛苦，但是学校为了在11月1日这天能够开学，可谓竭尽全力了。不止学校，不止教职员工，我真的相信，今天每一位能够坐在课堂里的同学，没有谁是轻松容易的。大家都有自己克服困难、历经艰辛的故事，正因为有这些苦难，我恳请各位坚守本心、沉潜、精进。好。但愿我们不是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，而是抗战烽火中的文化传人。好。大家不要惊慌，保持冷静，来跟着老师到地下室。同学们不要慌乱，精心处理，来跟老师来，跟上同学，跟上同学，快点同学，来跟上有心处理。闻到了吗？闻到了。
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，第二类是异，第三类是中道。烟煤，这楼好吗？罗航，罗航，罗航，我在这儿呢。都不要慌张，我们这里非常的安全，大家不要害怕。飞机刚刚只是绕空，没有轰炸，地下室空气是流通的，不会窒息的。任青，你别怕。别怕，有哥在。请每一位同学朗读出这句话。这是大名成都的叶公超先生，外文系主任师爷。这叶先生啊，有一个习惯，每学期开学前呢，都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。他能马上判断出这个学生的习惯，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。这也太神了吧！对啊，这个学校神奇的老师很多很多，你每天都会有新的惊喜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到底还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教室不够用。学校应该开放野外的战士课程。什么战士课程？打靶、军训，一些为战争服务的课程。云霄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在北平的时候啊，就参加过青训团，经常到前线劳军做战地服务工作。对呀、啊，咱们应该跟学校建议开放战士课程。说得好，走。同学们不要慌，请大家有序地离开教室。这边。哎，别急啊，同学们别着急啊。有我在，大家注意安全，回去。一起走，一起走，走走。回报警报的时候啊，先保护女生。你说的对，就这意思。再说，哎，来，这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一个人在校门口东张西望，慌里慌张的。我怕他出事儿，就把他带过来了。啊，刚谢谢你啊，同学。没事儿。哎，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怎么飞机来了，你都不知道往地下室跑啊？我第一次到林大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刚才一听到警报我就慌了，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躲。你不是林大的？那你是哪个学校的？啊，东吴大学。我是东吴大学文学院一年级的新生，我叫文杰，文雅的文，仓颉造字的杰。东吴大学在苏州，离长沙近千公里，而且东吴大学现在开始报名了，你不上你们学校报名去，你跑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对啊，对呀、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真是东吴大学的。我本来是要去我们学校报到，可是等我到了的时候，因为战乱，我们学校停办了。已经停办了？啊。后来我在报纸上看，说凡是在教育部立案、性质相当的、现已停办学校的学生，都能来林大解读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就是在这张报纸上看的。你看，
文杰同学，啊，你是哪人啊？啊，浙江江山。你们呢？我们俩是北平的。这是润明学长，来自武汉。你好。雷正，长沙本地的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那你从苏州过来，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一路兵荒马乱的，忍着呗。你瞧你这话说的，不能再忍了。日军长驱直入，再不真刀真枪和小鬼子拼个你死我活，咱们就要亡国了。对，当然不能再忍气吞声了。啊，你看文杰，文质彬彬的，他能怎么样啊？这位同学，你在学校停办的情况下，还能千里迢迢的赶到这儿来上学，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。我是叶润明，顶大欢迎你。谢谢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同学了，赶紧找个地方坐吧。哎，我帮你收拾箱子。哎，过来。哎，你看，那儿有个位置，坐那儿吧。嗯。润清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润清怎么样？华俊，我找了原来学联的一出话剧《129》，无论是从主题还是内容，都非常的适合提振士气、昂扬精神。我知道这出话剧，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记得这是一出群戏。没错。虽然同样是在宣传抗日、传递精神力量，但是我觉得从百姓角度切入，以情感人。或许会更好。华君，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？嗯，例如，我们可以表现一对恋人，他们面对分离的态度，他们的选择，他们的情感命运和国家和抗日的关系。咱们两个，诸位先生，先停一下手上的事情，咱们来讨论一个教学话题。来，来来来，坐过来。诸位，近期日机轰炸不断，我们林大的学生，包括一些老师，都在谈论战时教育和常态教育这样的一个话题。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面有取舍，还有偏重。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林大的办学方针，所以请诸位来畅所欲言。我听说有人建议，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或停办，放弃正规教育而应付战时需要，甚至还有人主张变更正规教育体制，突出战争主题，加紧抗战军事实践。为抗战量身定做一套教育纲要，我以为这样的想法太荒谬了。战时需做平时看，我们还是要以维持平常教学为主旨。我这儿啊，有一份学生们的联名建议书，我想给大家念一下。好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大决战的非常时期，然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却与战争毫不相关。我们要想尽量的参加各种救援工作，然而不重要的课程却束缚住了我们。我们要想学习活的教育、活的知识，然而目前的考试求学分的课程却不能满足我们。我们要热烈的、紧张的生活，然而眼前的学制体系却要我们死读书、读死书。我以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需做平时看，也切不可以应急之故而改变根本。
我们这一战争，一方面是民族的胜利，一方面是在非常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，建设我们的国家。所以我认为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战争，更应该看到的是战争之后。梅校长，我听说有人倡议让咱们的学生从军抗日。是，我坚决反对。军人报国，我们的学生也报国，但是他们的武器不是枪杆子，它是学来的文化知识啊。未来战后重建需要大批的各种各样的人才，我们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？这些孩子可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啊。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坚决不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前线去。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，我们的国军现在处于极度劣势，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林大已经开学一个月了，还有好多位教授没有到。裴先生，任明来了，有件事我想还是应当跟您沟通。什么事啊？同学们最近对战时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大家很想知道校方的态度。这件事啊，学校马上就会公告了，经过校常委会和教授会的讨论决定，考虑目前的战时要求，学校会面对全体学生开办强化军事训练课，也会有针对性的训练抗战所需的各种专业人才。具体的课程由专门的军事人才负责。我建议学联排演戏剧，文法学院学生带头，等演出后再去南越返校，唤起民众积极抗日。我记得129的时候，你们学联排过一出戏剧，效果就非常好啊，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宣传作用。裴先生，我刚写完一出戏剧，招募了几个院系的学生一起排练。我写的这部戏剧就是希望能够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，今天下午就正式开始排练。好呀，到时候我一定去为你们加油鼓劲儿。少卿，3年多前与你相遇的情景仿佛就在我的眼前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天，我们两个学校举办诗歌交流会。哥，怎么了？你煽情的时候都快对眼了。我有吗？有。还怎么着？认亲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，投入一点？我可以啊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好。不许笑了。不笑了。Action。那天你站在一棵大树下面，穿着一袭白裙，我在一群人当中一眼便看到了你。我也一眼就看到了你，你就像一缕阳光，
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哥，我不能跟你演，我看着你的脸，我不能表白，我得冷静一下。你要怎么冷静一下？我就……哎，你们这真不行，演的一点恋人的感觉都没有，不好看。哎，他是我哥，我怎么找到恋人的感觉嘛？行了，润青，你赶紧喝口水，休息一下吧啊。给。哥，对不起啊，你大哥的形象实在是太深入我心了，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的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坐着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再排练吧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哥，你干嘛非得要让我演女主角啊？要说这女主角，华静姐才是最佳人选呀。华静姐，要不你来演吧。我可不行，一上台我就是个木头人。没关系的嘛，你试一试。润青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一点演戏的经验都没有，一上台就紧张怯场。学姐啊，嗯，我看话剧要砸在你手上了。你以为演戏很容易啊？眼高手低，有本事你试试。润青，嗯，吃水果哥。别光顾着吃了，还是多看看剧本吧。哥，咱们换不了女主角，可以换男主角啊。你不会介意不是自己演吧？当然不会，只要能诠释出话剧意境的表演就可以了。嗯，那这不就有个现成的吗？嗯，真甜。试一试嘛！我就是怕我对着你不笑场。不演就不演，大不了就都别演了。哼！哎，开两句玩笑就真生气了？大猩猩的臭好人！你要是真为我哥着想，你为什么不演？我演，我演还不行吗？你要是敢笑场，我就罢演。不笑，绝对不笑。走吧，继续排练。哎，叶大学姐，我们的戏从哪儿开始啊？我现在这台词啊有点记不住，你给我点时间呀。月如，三年前与你对视，我便知道往后的日子，我会体会到牵肠挂肚的滋味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猝不及防。少卿，这三年多的时光，将会是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。时间没能将我们冲散，谁能想到战争，把我们残忍地分开？现在国难当头，我坐立难安，无心读书。我们背井离乡，辗转千里，不就是为了将弦歌传颂，为了笔耕不辍吗？少卿，我理解你，我知道，下定决心弃笔从戎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做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，我会目送你走向光明。月如，少卿，三年多前我为你试穿的校服，三年多后我一针一线为你织的新衣，我将为你披上战袍。少卿，愿你不忘记敌人的暴行，不忘记苦难的将士和同胞，奋勇杀敌。三二一，三叔，
你们演的真好，我都被你们带进去了。就是，我们家二少爷就是有才。哎，家树长大了啊。刚见到家树的时候还是个公子哥，短短几个月就判若两人了。家树，你演的真的太好了，让我刮目相看。润清学姐，真是太有感觉，太棒了。谢谢。华俊，怎么样？好，润清演的也好。那个方向是北平吗？想家了。破晓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嗯，那我这个男主角愿闻其详。我的父亲是一名教书先生，他也曾为了自己的理想离开了母亲和我。我记得临走的那一天，母亲哭得很伤心，但还是为他做了一件新衣裳。我觉得人们有时候都太过于理想化了。就拿破晓的剧本来说，你不觉得月如和少卿都太理性太理想了吗？确实，尤其是月如，恋人都要上战场了，他不可能内心毫无波折还一味的去支持，这根本就不是爱人。没错，面对生离死别前，月如实在太冷静了。反正我要是月如呀，我一定死赖着少卿，不让他走。其实也不一定，我觉得月如的内心一定是挣扎的，他一定明白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但是他也知道，在少卿眼里，理想是高于一切的，高于生命，甚至高于他们的爱情，所以在月如的小情小爱前，实在太渺小了。但是月如至少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少卿。你说的没错，说不说是月如的事，走不走是少卿的选择，但是这样少卿和月如就更真实更鲜活了呀。华俊，你呀太适合演女主角了。那咱们去把剧本改一改吧。还等什么，走。Thank you.
月如，对不起。现在国难当头，我坐立难安，无心读书。我们背井离乡，辗转千里，不就是为了将弦歌传颂，笔耕不辍？可如今长沙也被轰炸，民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我无法置之不理。 小七，与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曾经也打过退堂鼓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在你的心中，理想是高于一切的，高于你的生命，甚至高于我们的爱情。月如，我想让大家知道。 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，更不是茫茫然而去。我们是要奔赴那些坚持抗战的地方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今天，你就要奔赴战场。我知道，凭我微弱的力量，是无法阻拦你的。对。 我不应该那么自私，我爱你。 爱你的生命，更爱你的崇高。明天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你们改了一夜呀？啊，我们俩到现在早饭都还没吃上一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们真的喜欢我们的修改吗？嗯，特别好。华君，昨天你跟我说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 我回去以后想了一晚上，也没能找到答案。但是今天，你们两个给了我答案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情感。The song of the river. You hear it all along the river. You hear it loud and strong. 这三年的时候，当然是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。这个好，接下来。你们发现没？最近敌机一直在轰炸，而且一直绕着圣城学校飞。你是说他们要炸圣城学校？糟了，会不会像日军轰炸南开那一次？我看未必。要炸早炸了，为什么等现在啊？ 要我说，他们就是在侦查，一次次矫正位置，等待机会一击即中。哎，别自个儿吓自个儿，说的就跟真的似的。不是啊，家属，你想啊，最近咱们是不是一直听警报响？你再想想，头顶上是不是一直有飞机飞？说呀。
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圣经学校离小红门火车站近，轰炸都喜欢找地标性建筑，所以每次才经过？我觉得家树说的有道理。我觉得没有这么凑巧的事儿，甚至有可能学校里就会有内应。你们看，像这种时候，教室里如果没有的人，很可能就会是内应啊。既然大家都怀疑有内应，那我们就把内应给抓出来。你疯了吗？警报正响着呢。都说了是侦查，肯定不会炸。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咱们快去。我也去。我也去啊。你们小心点。家树。啊。咱每个房间都看看。间谍，间谍，什么间谍啊？少废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走。别走，老乡，哎，你们别，走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消防安全问题。裴先生，裴先生，我们有要紧的事要汇报。什么事啊？裴先生，文杰是间谍。我不是。你怎么不是？红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说。好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裴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最近日军的飞机绕空频繁，好像在侦查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怀疑学校里应该是有间谍和他们相互配合。结果我们发现，每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，当所有的人都往地下室撤离，只有文杰一个人，他和大家背道而驰，还鬼鬼祟祟地往宿舍跑。没错，而且算一算时间，正好和文杰到林大的时间一模一样。我第一次见文杰的时候，他就鬼鬼祟祟东张西望，那会儿没多想就被他蒙混过关了。现在仔细一想，肯定是他，不是我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不是间谍。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往宿舍跑？总之我不是。你还在狡辩，你还没告诉大家你报的是什么？引导飞机的工具吧。这不是。这好了，你们两个把他松开。这有话好好说。这位同学，你叫文杰是吧？啊。你刚才说你不是间谍，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你把话解释清楚，自证清白。你说呀。我回宿舍是因为忘拿了这件西装，这是我弟弟临走送给我的。我和弟弟一起离家，我到林大求学，弟弟上了战场，这是弟弟唯一的西装。文杰同学，
很抱歉，你的同学误会了你。别在意，你弟弟上战场报国，你求学，将来也能学以致用，报效国家。 文杰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他们几个同学大都是单纯的人，没什么心眼儿，可爱直接。有些事情你也不必太往心里去。你是说程家树啊？不止他一个人，大家对你都没有恶意。 可能阴差阳错产生了某些误会，不要紧的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有大把的时间，可是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个借读生，你们都是林丹的正式生啊，所以可以无所顾忌，不用想太多，可我不行。 可能误会还没解除，我就已经滚蛋了。你也可以成为林大的学生啊。可能我没这个福分吧。文杰，其实你不必太悲观。你虽然只是借读生，但是只要通过了转学考试，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林大的学生。我真的可以吗？ 有何不可？嗨，现在都开学了，早就过了考试的时间了。林大对每一个渴望求学的人都是包容的。真的吗？华俊学姐，其实我一直喜欢古典文学，并且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朝一日能师从闻一多先生。 既然有梦想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裴先生，华俊来了，进来吧。好。 我记得你，你叫文杰。 谢谢裴先生记挂。怎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裴先生，文杰想考取林大正式生资格。我知道入学考试时间已经过了，但是文杰对古典文学特别感兴趣，一心想师从闻一多先生，不知道能不能争取到单独考试的机会。是。 文先生的文章我也都研读过。裴先生，我一路从苏州辗转过来，一心只想投奔林大，希望裴先生能帮我通融一下。林大确实开学有段时日了，但是林大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见地的学生。 文杰啊，你刚才说对文先生的文章著作有所研究，你不妨写一篇文章，谈谈自己的想法。文先生那里，我去帮你争取。
谢谢裴先生。谢谢裴先生。月如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，更不是茫茫然而去。我们是要奔赴到那些坚持抗战的地方去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今天你就要奔赴战场去抗日，我知道，凭我微弱的力量更是无法阻挡。我不该这么自私，我爱你，爱你的生命，更爱你的崇高。我将会为你送行，等待你凯旋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理想会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和明天。润清，这样行吗？再下一点。下一点。上一点。好，可以了，我进来啊。好。哎，稍等吧。好，再来啊。我到现在我才还背不下来呢。放松，就松弛很重要。你可以的。哎呀，我紧张死了。彩子，走，看你家树哥哥演戏去。爹，我能去看戏吗？可以啊，过几天啊，听听你，听听你，想去看戏，去吧，去吧。爹啊，妈妈也不走了，跟你们一起去。啊！我去看看。耶！飞机。
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吧，哥？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啊！抬！三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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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，三阿子！三阿子，三阿子，你不是答应姐姐要来看演？快点的，你快醒来看家树哥哥演戏啊。三哥子，快点的。哥。我真的有爱，你放我的三阿子，我命不该渴啊！老天啊，你我真的有爱。1937年11月24日。日军飞机对长沙进行了猛烈轰炸，从冬瓜山、小吴门、精武门直扑火车北站，炸死炸伤长沙市民300余人，大量房屋倒塌焚毁，死尸累累，伤者呻吟，一副人间地狱的悲惨景象。叶学长，我们戏还演吗？为什么不演啊？可是日军说不定还会来轰炸的。让他们来呀，炸呀！我就不信能把他们炸没了。演。
我们现在不仅要演，还要把长沙轰炸和三伢子的死都写进去，呼吁民众不能忘记敌人的残暴行为，不能忘记死难的将士和同胞，中华民族的威望迫在眉睫。没错，没错，说的对。爷，爷，说的对。可是现在润清受伤了，美女主角怎么演？我。我来。1937年冬，随着淞沪会战的惨败，日军重兵直逼南京，王国论和王国朝甚嚣尘上。我和林大的同学们在长沙街头上演了话剧《破晓》，将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告知了长沙民众。群情激愤，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。林大文法学院已经搬往衡山圣经学校，朱自清、闻一多、冯友兰等19名教授和部分学生已经在那里开课了。明天我会带领还在长沙的同学前往衡山。这次轰炸给林大造成的影响很大，原来的空袭警报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。原本以为南迁可以找到安心求学的避风港，这才数月不到，便被几架日军的轰炸机给打破了幻想。现在学生的思想非常不稳定，要么生活在恐惧之中，要么热血涌动，想上前线，投入战斗。林大校方也相应的调整了教学方案，强化了军事训练课。曾昭伦先生也准备在化学课上教授炸药的生产和毒气的防护办法。你们一定要发动骨干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坚定抗日的信念和决心。好，坚决落实省委指示。另外，为疏导学生情绪，校方正延请各界名流来校做演讲。我建议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徐特立先生来校演讲，与同学们做交流。我会向上级报告，一定争取促成此事。给我吧，我力气大，你休息吧。谢谢，要不我给你拿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要不要？万丈荣峰，插紫霄；路当穷处，架仙桥。上官碧落。星辰尽，下世红尘，世界遥。哥，真是个榆木脑的。怎么了？人家现在华俊姐还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
她只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就不怕她被人抢走了？不怕，抢不走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任青，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，即使有一天华俊成为我的妻子，他也同样自由。如果我不是他的所属，他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我相信他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反正到时候他被人抢走了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大家一起打扫一下，整理干净就可以住了。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，锯木厂后边的草地上，普鲁士士兵正在操练。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，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，急忙向学校跑去。铁匠瓦西特带着他的徒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文杰，是铁匠华西特，不是瓦西特。